大家好，我是北海道女婿 Jerry。 现在访日的这个国际旅游已经大开了，像这个北海道啊，甚至札幌这边都有大批的外国游客，特别是台湾的观光客非常的多。那我现在就在李小路这个武丁路这边，大家来到了这个札幌啊，当然就是要买药妆了。那在我身后呢，就是北海道有名的札幌药妆。那这一家呢叫做大王店哈，那我会推荐这一家的原因就是呢，这一家店呢是在这个李小路最大、品项最多的一家札幌药妆哦。那呢，在影片开头呢，来这一间大王店呢买药妆呢，不止可以享有退税哦，扫这个 QR code 还可以5% off 哦，是非常的优惠呢。然后我们特别请札幌药妆啊，给我们这个台湾人最畅销的5个品项，跟日本人最畅销的5个品项，我们接下来比较这5个品项有什么的不一样，而且哦，日本人人气低迷的品项一定会超乎你的这个意料之外哦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进去看一下这5项有什么差别，我们来个大 PK。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札幌药妆的李小路武丁路大王店哦。那它是一个3层楼的哈，然后这边呢，1楼是在卖这个药品，2楼是美妆哦，这边是2楼哈，3楼哈是食品跟日用杂货哈。来了。人气第五名哦，这个是台湾人气第五名，就是这个菊络，意不意外哦？那我刚刚问的这些店家，它的好处就是它是低卡，然后又有饱足感，所以有一些这个哦，可能想减肥的人就会买这一个菊络回去吃。另外呢，小朋友也很爱，像我们家的 Langun 很爱吃这个葡萄的菊络。所以这个就非常的有人气哦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揭晓日本的人气第五名是什么。日本人气第五名哦，太有名了，札幌药妆已经卖光了哦，就是我手上这一款。嘣，来剪片之后麻烦 P 一下哦。那因为疫情期间啊，现在就是大家有一点喉咙痒痒的或是不舒服，大家就会马上买这个止咳化痰的一些喉片。那它是一个定状的，所以呢现在非常的有人气。然后呢，我跟大家补充一下，如果是台湾人呢，大家蛮喜欢买这一款的。那它属于喷剂，然后呢你喉咙有点痒痒的啊，你只要喷一下你的喉咙就会舒缓一下，而且它非常的好携带，你可以带出门，一不舒服马上喷一下。像我妈妈得了新冠肺炎的时候也是用这一罐哦。接下来我们开箱的就是号称开家式护唇膏的王者，噔噔，就是这一款 DHC 纯染护唇膏哦。那它这个有丰富的橄榄精华油，能深层滋润你的嘴唇哦。那另外一个重点啊，就是这一款在台湾的药妆店卖的单价要300多块，在日本呢只要598块日币，折合台币大约130块左右哈。然后用到我这个 QR code 还可以再 5% off， 所以呢大家来到这个日本啊，通常就会买这一条这个王者护唇膏，买非常的多条，特别是北海道这边啊，这个空气非常的干燥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的嘴唇都裂掉了，大家就觉得有一点恶心的感觉哈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擦这一条王者护唇膏，滋润一下你的嘴唇哦。来了，日本人气第四名哦，竟然是暖暖包。大家不要以为北海道人都不怕冷，即使哦，以我老婆为例，她怕冷怕的要死，那这时候怕冷就要贴这个暖暖包。那这个为什么卖得好呢？这个是札幌药妆的自家商品哦，那它也是请大厂去代工的。自家商品呢，价格就非常的便宜哦，它的日币是538块，那有30个，所以平均一个只要17块日币，
折合台币只要一个4块钱，是不是很划算呢？你来北海道啊，天寒地冻了哈，贴满你全身你也不会觉得我说花很多钱哦。推荐给你哦，来到了这个札幌药妆，直接买一盒哈，贴满你全身，让你在北海道游玩的时候呢，全身就是热乎乎的哦。台湾人气第三名江江就是这一款眼药水，那它这个日币是298块日币，折合台币只要70块哦。你在这个北海道啊，目睭不不啊，然后就可以点一罐这一罐眼药水哦。那这一罐眼药水是第二类医药品哦，它有宣称一些功效，消除疲劳。第二点呢，就可以去除你的眼睛中的血丝哦，特别还有第三点哦。第三点他说还可以防紫外线哦，这些功能都是官网写的，而且它是第二类药物哦，代表应该是有真凭实据哦。那为什么可以防止紫外线呢？我再看一下官网哦，这个官网写的哈、哦、官网写的，我照着官网念好了。防止紫外线造成眼睛发炎、血盲等等，建议在白天长时间外出或是从事户外运动实验，也可以点这一款眼药水哦。日本人真的是非常会做生意哦，不止这个眼睛干啊，连叫你外出滑雪也要叫你点眼药水哦，难怪卖得这么好。日本人气第三名是一个食品哦，那这个是卡路比做的哈、哦，卡路比就是做薯条三兄弟的那一家公司哦，然后他在日本也有做这种类似薯条三兄弟这种薯条棒哦，那他这个日币只要卖118块日币，折合台币只要27块哦，那日本人很喜欢吃这个哦，像我家 Lengun 也超爱吃的哦，推荐大家来这个札幌药妆也可以买这个人气商品哦。那呢，第三名跟第二名哦都是食品哦，那我们直接来开箱日本人气第二名的这个食品是什么东西哦，跟着我一起走吧。就是这一款哦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日文叫什么？ Yakisoba Bandung。 那这一款呢，它是一个这个 yakisoba， 然后这一款非常的特别，它就类似有点像台湾的干拌面哈，然后还有附这一个汤头，而且呢，你看哦，都卖的特别的好。这一款日币148块，台币大约30多块哦。那我要充当一下札幌药妆的店员，补货一下，卖光了。我老婆也超爱这一款，一日店员。哎，这一款，嗯，看到没有？这一款是北海道限定的哦，只有北海道才买得到哦。好，吃到这一边哦，就是北海道女婿摆的这个 yakisoba 哦。接下来就是台湾的人气第二名，就是这一款帕布隆感冒药哦。那它这个一盒1380日币，那折合台币大约是317块台币。那里面有44包哈、哦。那如果你有一些感冒的症状啊，比如说发烧、喉咙痛哦，哪里不舒服哈、哦，就赶快吃这一包哈、哦，那就可以舒缓你的症状啊。那这一盒呢，可谓是日本的一个常备药哈、哦，而且它是里面是一包一包，然后是这一个微粒状的，实际上蛮好携带的，然后也蛮好这个喝进去、吃进去的、哦，所以非常推荐这一款哦，第二名哦。接下来、哦、我们要来揭晓台湾人气第一名的商品哦。我相信镜头前的观众哦，应该多少都知道是哪一罐药妆了、哦。那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，然后呢，日本的人气第一名哦。一定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 surprise， 我相信镜头前的朋友可以猜一下什么是日本人气第一名，猜得到哦，来北海道找北海道女婿合照一张免费哦。
我相信没有人猜得到的啦。台湾旅客的人气第一名，当当，相信大家不陌生，就是日本的合力他命哦。那这一款呢是这个 EX Plus 的、哦、Plus 的哈、哦，那卖日币是5690，折合台币大约是1300块哈、哦。然后它有什么功用呢？它是第三类医药品哦，不管是你是眼睛疲劳，或者是你肩膀僵硬，或者是你腰不适哈、哦。这一款都可以吃哦。然后在影片的最后，我们就要揭晓日本的人气第一名是什么商品哦。那我们请店家带我们去看一下，我也非常的 surprise， 竟然日本人这么喜欢喝这个东西，用喝的哦。日本人气第一名竟然是碳酸水，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呢？那像我老婆啊也蛮喜欢碳酸水的，然后她比如说有一些葡萄汁、柳丁汁没有气的一些软性料，然后她也会加入这一个碳酸水哦。碳酸水呢非常的便宜，这一罐只要58块日币，折合台币只要10几块吧，我怎么感觉比买水还便宜哦，难怪这个碳酸水这么的超买，然后大罐的、哦、100块日币哦，然后是日本制造哦，这边是写 from Hokkaido， 那大家下次来到这个札幌药妆啊，不妨来试试看喝这一个碳酸水哦。哦，今天的影片哦就介绍了这个台湾跟日本这个人气的5项商品哦，大家下次来到了札幌药妆哦，直接选这些商品就不用在那边思考太多哦。然后这个札幌药妆呢，现在有提供免税退税的服务，然后这个 counter 哦开了好几个柜了，等待所有这个旅客的到来哦，满5000块日币就可以退税哦。大家下次来到这个日本的札幌药妆店哦，一定要扫这个 QR code， 那可以试用的店家哦，在说明栏哦，基本上呢。国际旅客到来的这个札幌药妆都可以使用哦。北海道女婿呢持续会跟这些日本的企业合作后、哦、开发更多的 QR code 给所有的粉丝更多的折扣、哦、请大家拭目以待哦。那我是北海道女婿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我要请札幌药妆付我实薪，我实薪10000块日币。你没有排好耶，我有排好了，乱排，被扣钱。刚刚马上被店长骂了，说没有按照这个要朝客的，不能乱放，调整一下。